唱这首歌。张惠妹演唱会，惊见地下明星情侣狂躲镜头全被拍，蜜恋四年露馅了。之前阿妹在北京举办演唱会，歌手李荣浩也在台下围观，只是台前却惊见一对可疑的情侣。是天天的情侣来的这么确定，因为你每个害羞的反应。原来是未公开恋情的地下情侣党井柏然和刘雯，他们从去年就频频传绯闻，而上次在餐厅牵手被拍，怎么每次这对情侣在哪里都会有李荣浩？阿妹在演唱会献唱多首经典歌，不过夯曲《彩虹》却未出现在歌单中。当天空昏暗，当气温失常，你用巨大的坚强，总能抵挡。据悉，这首歌不仅消失在歌单中，连当天进场身上有彩虹元素也一律被管制，衣服上有彩虹 logo， 过安检得套上全黑衣服才能入场，配件当然也被没收未归还。没关系啦，在台湾彩虹是合法通行的呢。当气温